你就当是酒吧的回礼，帮我这个忙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一码归一码。你以为我的许诺是这么廉价的吗？说变就变。哎，那实在不行就当我欠你的行不？这次真的是人命关天，你如果愿意帮我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的我也帮你。好呀，我现在就有一个忙需要你帮我。你说。做我女朋友。啊，这个忙也太大了吧。不行不行，换一个。那你亲我一下。我是很认真的在求你，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我也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你不是说人命关天吗？那你亲我一下都不行吗？那最多就亲脸。可以。那你闭眼。这亲脸的话应该不算初吻吧？快点。为了救命豁出去了，点一下就好。哎，不许少于五秒。你好，明成哥，对不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好亲完了，给我吧。你朋友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室友加闺蜜。把你要修的东西寄到上面的这个地址去，修复中心那边我会打招呼，修好了之后我会尽快通知你。谢谢。不客气，这是你的劳动所得。真是不会过敏，看来我的身体对他真是一点防备都没有。去画廊之前，我先去趟藏品库，我要拿样东西。拿什么呀？托某人的福，我算是想清楚了，这世界上最难修缮的莫过于感情。但是如果我主动一点的话，总比什么都不做强。你能这么想，真的再好不过了。我相信夫人一定会接受你的心意的。请进。